兄弟们，大哥有事了，兄弟们，有大有飞啊，咱大哥有事，兄弟们，这样给满满点波关注，兄弟们，因为有飞大哥没刷礼物呢，不急，兄弟们，咱做事给大哥看，兄弟们，来给满满姑娘，现在是12000的粉丝，兄弟们，直播间19800人，咱给这个发福袋的兄弟们先送2000关注，兄弟们，拉。让他们看到八家的那种凝聚力，兄弟们，直播间所有兄弟们就喊一嗓子，来，兄弟们开始干活。哎呦我的妈。大爷说好听吗？好听吗？哎哦哦，八戒啊，哎愿意找一下，八戒啊啊，八戒啊，师父是不是又在洞房啊？今天我老朱可不像往日，今天是我老朱的大喜之日。谁呀？你不天天做新郎吗？哪有哪有，刚才一位姑娘老是要和我拜堂陈青。我当时没同意。两千的，你没同意啊？你不同意不要紧，他同意呢。对，我说呀，我心里人特别多，多了太多，我老朱累得慌，哭了，哭得老厉害了，哭了最后。不会的，你老朱不是天蓬元帅吗？是不是？对吗？谢谢兄弟，谢谢兄弟，涨4000了，辛苦了各位，辛苦了各位。怎么事儿？今天喂。又想拿捏我呀？对呀，没错。哼，沙师弟，其实你也变坏了，沙师弟。我们今天跟昨天一样，可以揍一揍他，可以，可以吗？你要揍揍我，不光拿捏他，也狠狠的揍你。哎呀，八戒，我八戒啊，我现在我有个大哥，一念之间老狠了，你要揍我。我哥说了，好，行，我家大哥也厉害的，咱们不用啊，这个耍嘴皮子功夫，直接闭麦，输赢就才一把啊、哦，好吧，真打呀，啊，还假打，肯定也真打了，来吧，来吧，来，昨天把他闭麦，今天再拿好条件来，闭麦，这是几分钟呢？8分钟，7分钟，可以，还有7分钟，可以，老师来，来个歌啊，来个歌，好，来一个我人生中最喜欢的。对，陈星老师打我打上瘾了啊！我告诉你，我老朱神通广大，点3000的是吧？哎呀，八家人真给力，兄弟们！说实话，兄弟们，就是这个圈子能对咱一个华人十个好，可能有个100000家的你送福袋，咱不敢说能点3000，就是咱100000家能去刷多大礼物能去赏3000都难。咱直播间我就18000人，兄弟们，给一口就点3000，这里就是纯纯的涨粉俱乐部。所以说兄弟们，大家人心越齐，咱玩的越得劲儿。不让兄弟们有为咱们打 PK 输赢那是兵家常事，但是呢咱不能怕事。来，每个人哥几个，咱们就散票大队，大哥守塔够用。快唱歌我也行。永飞打你有流量。感谢我一念之间我大哥，感谢我月一大哥。哎呀，感谢我大哥！来，兄弟们，咱这样，兄弟们，有能给有飞点关注的兄弟们，能帮咱班家人点关注的扣个一。大哥想要关注，想连小组的大哥们，你就涨。现在说的是18000分，兄弟们，想连小组的，想涨粉的大哥，你就涨。能给我点关注的粉，感谢我念晨哥，欢迎念晨哥！好，这一局咱家散票哥几个，散票咱们就是散票前行小花小草，咱们呢前行，大哥断后。大哥想要关注的八家人，我喊的时候给点关注，兄弟们哥几个帮我点关注，咱们够用了，兄弟们。哎呀，真狠，感谢徐福哥，谢谢大哥，散票前行，大哥守塔。好，
陈星老师现在比我都玩的厉害呀、啊。对，唱歌我老朱唱不过他，他颜值他比我稍微低了一点儿。我不要。哎呀，今天晚上又接活了，兄弟们，哥，好嘞。好。谢谢兄弟们，谢谢你们，哥，再帮我点满5000关注，哥呀，哥，我10万加都不敢给你点5000关注，我直播间就现在目前就1万多人，哥，就1万多人，这样哥，咱给大哥点波关注，兄弟们，真是有的时候有非，咱就一个华子，咱都能点2000都很难，你这一个啥的，兄弟们，咱不讲这个，兄弟们，看大哥心情，谢谢郭生哥，谢谢郭生哥。哥，你整点歌，哥你整点歌，我必须给你喊到，我喊不到的我下播，我给你甩人都行。哥，你整点歌，我必须给你点到。哥，咱不是说去，有非你去侯大哥可不是，兄弟们，我八家人都在，有非这帮兄弟们都在看我直播。哥，咱就反正给大哥点关注，兄弟们点关注，打什么？打总票。对，咱也不说去有分钱去轰那个啥的，咱家人八家人也要面，兄弟们，哥，咱喊关注的时候，咱八家人就一个红不带，咱能给人干3000关注，咱家人狠不狠？狠，他们越狠，他们值钱，他们我得把他们捧的越高。哥，帮我打一打，哥帮我，哎，走了。哎呦，王哥，没事，对，500是吧？够用。就咱不是去薅啥的，兄弟们，只要能给咱八家人处，兄弟们，不是说咱爱你的票，咱们爱这个面子，爱这个局。哥就充值去了，好，我等你哥，哎呦，你干吧。散票前行，兄弟们，散票前行，大哥断后，大哥断后，大哥要点15000，我得问我八家人愿不愿意，兄弟们，对吧？对吧，哥几个？好，散票哥几个，每个人小破小草，小有啥上啥，兄弟们，咱们给榜大哥点关注，大哥最后。感谢我乾坤哥一波云，感谢我 K 我大哥一波云天，给我两位大哥点关注，兄弟们，我的好大哥，谢谢哥，还有一分多钟，感谢 K 我大哥给大哥点关注。对呀，咱多少大哥，你只要需求，你到咱屋里只要有需求的话，你放心，咱八家人必须得好好对待大哥，兄弟们，谢谢哥，感谢黑我大哥。兄弟们，散票先维持好了，最后摔杯为号。Ladies and gentlemen, party sick, come on, baby, are you ready? See, fire! 感谢我下哥送的帕拉梅拉，给大哥点关注，谢哥。还有一分钟，淡定，兄弟们，淡定。谁？感谢我魔童哥驾到！哎，感谢魔童哥！我的妈呀！给魔童哥按住点关注！哎。
哎，感谢我魔童哥，谢谢魔童哥。放心，等会儿全才艺打完这局，全才艺局就纯才艺局。最后的时间，兄弟们，最后的时间，谢谢哥，谢谢哥。开始，大哥守塔，守塔啦！感谢我面前哥，给我面前哥，感谢开英国大哥，哎，义薄云天。博云天，兄弟们，给宝龙大哥全起来，点点关注。好，老朱啊。啊。没想到你还这个会舞狮子啊！哈，嗯，生活逼迫，刚才这玉皇大帝带着上仙都来了，是吗？啊，我看你那个一舞狮子啊，我得想起你是不是做天魔元帅时候学会的？对对对，我老朱在天上还舞狮子，我还会舞龙呢。嗯，是吗？这样的啊，咱们就一个人。表演一段才艺好不好？我先让老师给我们先来，我喜欢听老师唱歌。啊、那好，那你说啥歌曲？张口就来，啊、来一首《背起了我的行装》，对吧？对不？好，好，流浪兄弟，流浪兄弟，张口便来，好，好，二。哎，来喽！这首《流浪兄弟》送给两家啊，所有的家人朋友，好听又大好听，谢谢啊！好。起我的行装，走在那老路上，为我的前途去流浪，去寻找我的新梦想。远方的山坡上，哟嘿，沙师弟还行呢，沙师弟，一阵阵夜光，行了，沙师弟，不错。异乡的山水虽然。好可爱，更爱我的故乡。哦，我流浪，哇哦，我流浪，流浪的人儿天天在想，何时见到我的爹和娘？好听吗？好听，不减当年啊！谢谢。沙师弟，背起我的行装，有走在那道路上，可以啊，哎呀，为我的前途去流浪，去寻找我的新梦想。远方的山坡上，上上上，别管，一阵阵野花香啊！一
异乡的山水虽然是好，可我更爱我的故乡。Oh, you know, oh, oh, you know, 流浪的人儿天天在想，可是见到我的爹和娘。准备了。在何处不回头地向前走，我的梦想在何处一步步地向前走，今夜归宿在何处不回头地向前走，我的梦想在何处。真好真好，让我想起了当年我老朱出门打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哎呀，没想到、哎、老朱啊，沙师弟还会唱歌呢，唱的还挺好、啊、哎呦谢谢夸奖。哎呦那你还没听那侯大哥唱歌了是吧，唱得更好、就是头上毛有点少，有人对，没错没错啊、唱得好唱得好。老师唱歌你来一个啊啊，那我也这个朱二哥来一个，那朱哥啊，你来一个，那个啥不高兴，哎得，刀，那我也唱了一首歌，送给三位送给两位沙师弟，给师傅，哦，谢谢徒弟。我老朱啊、都见过猪八戒摸媳妇，没有见过猪八戒唱歌。我有来上一段。来吧。你可不准笑话我。行，没问题。沙师弟老笑话我都老笑话我。别笑话。微笑微笑你要怎么别笑话。师傅又该吃药了，师傅一笑话。没有，师傅想八戒了。哎哦哦，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也来一首像风一样自由。哎呦妈！无所谓。呀。像风一样的自由，兄弟们，好好听听。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可以好，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八戒厉害是吧？哎呦，我给你足够，你拒绝接受。我给你自由，记得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这怎么了？被电了是吧？八戒，是不是被电给打了？我像风一样自由，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
别回头，不回头，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忍受。好听吗，江哥？打个字，打个字，好听不？好。我像风一样自由。自由。哎呦妈！这怎么了？今天吃太饱了是吧？八戒啊！啊，晚上吃的啥？吃的太饱了吧？啊！师傅就知道笑，不懂了吧？这叫舞蹈，啥都不懂。舞蹈啊！啊，还有肚皮跳舞的是吧？舞蹈，舞蹈，你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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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差一点就倒了，这么可舞蹈？哎呀，呀呀呀！哇，好苗条啊，是不是？哎呀，哎呦，被电了这个了没有？我天哪，这是机器人吧？哇，哎，这肚皮舞可以。哎这身材挺活的啊！哎呀，舞蹈呀！哎呀，你跳得真好啊！哎呀，非常非常八戒啊！八戒，哇，还吹喇叭！你这是什么喇叭呀？鬼哭狼嚎的！哎，把这大东西！我呀，啊，多着呢，多着呢。这什么呀？这个是？这是琴。哎呀呀，合成器！哎呀，都会啊，多着呢。你看，像把刀一样的。多才多艺。啊，我会多着呢。哎呦我的妈！哎呦。你这几个音一出来就挺有名堂的，就像比样的这个，好，我糟糕你，如何呢？他都比样了，啊，一听就比样的，你看到没有？风风岁月，哎呀，可以啊，厉害厉害，八戒，我告诉你啊，那你不得了，说实话，你真是啊，真是。名不虚传的天蓬元帅，他又夸我，又夸我，他又夸我，我要夸你，他又什么拿出来？全拿出来！哎呀，他又夸我，又夸我，练练我的钢琴，十五级的钢琴，又夸我，就知道笑。来来来，来一段。Ladies and gentlemen, to party, can we put the boom boom boom? One, two, three, four. So, three, one, two, three, four. Three, four. 开始。哎呦，还会秋日的私语了是吧？还会致爱丽丝了是吧？哎呦，哎，黑会儿会儿都多，哎呦多了，多了，哎呀，我天哪！厉害厉害！哎呀，哎哎，八戒，真没想到你全才呀、啊，全才全能、啊！哎，感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爱你们啊！哎、这是兄弟们给八戒点关注，点关注，点关注！这八戒太有才了啊，难怪女孩子都喜欢他。对，哎，给我师父陈星老师点点关注，而他是唐三藏，哎呀，感谢徒弟，谢谢，谢谢八戒，哎。哥、啊、哥、啊，咱们都关注，都关注陈星老师啊！我挺喜欢，谢谢，互相互粉一下，谢谢啊，谢谢八戒啊，八戒多才多艺啊，兄弟们点关注，给八戒点关注，点关注，点关注，
师傅，就咱们八姐点关注。我老朱以后给你介绍个媳妇啊！哎呦我的妈！这哪有给师傅介绍媳妇的？这个，对不对？哎，你弟弟，你弟杀无信要，这个他要，他不行，他头上都没有毛，不行。哎呦我的妈！我行不行？你起来吧，药猴。妖猴的毛肚，好，大师兄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感谢八戒啊，还是我徒弟八戒好啊！对对，八戒啊，每一个都喜欢八戒啊，喜欢的点个关注啊！给咱们最有才的八戒点个关注啊！好，关注陈星老师，哎，都给老师点点关注。那我走了。哎，行，我走了，你别腾云驾雾啊！啥时候碰到好看的姑娘，给我老朱介绍几个，别天天瞎笑。哎呀，有眼有眼，没问题，没问题，就瞎笑，马上就有了，马上有啊，走了，明天再过来啊，让人笑，可别瞎笑啊！嗯，拜拜，别瞎笑。哎呦我的妈！感谢大伙给我点的关注，感谢朋友们，感谢朋友们，辛苦了，辛苦了。对，我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开心就好，只要为逗大伙开心。你别说让我做头猪了，你让我做个老猪，让我做个傻猪我都愿意，大伙开心就好，就破嘞。哎呦你妈！哎，啊。没有讽刺，没有讽刺，娱乐娱乐嘛，娱乐开心就好，哪有讽刺，兄弟们？我知道人家说我一个岔子，大伙都心里不得劲。我知道，我记自己老师没说，开心就好嘛，这不是纯纯直播效果吗？啊，得，没有兄弟们，千万不用这么说，兄弟们千万不用这么说，千万不用这么说，哥几个在一起娱乐，陈鑫老师也挺好，他笑。一丑一淡才有好节目，对吧？你要说两个人都挺高傲，就没不好玩了。就两个人都有那种感觉，就不好玩了。必须有一个夫妻像弹簧，你硬我就嚷这个说法，大伙可能都懂。我就是那个丑角，他就是那个淡角，嗨，我老朱就逗他，逗他开心就完事儿了啊。哎，那个哎呀，怎么没有直播呢？啊，哎呀，哎呀，哎，哎呀的，哎，你好。朱哥哥好。你长得可真好看。你怎么不讲话呀？啊？害羞。啊？人家都说看我害羞的姑娘都是心里喜欢我的。还有说对我笑的姑娘就想和我在一起。咱们俩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你哎呀，我笑什么呀？老笑什么呀？老笑什么呀？我叫朱刚烈，家住福陵山云栈洞啊。我是奉着玉皇大帝之命下凡来捉妖怪的。今天路过哎呀这里，我老朱想借宿一宿。啊？听不明白啊！借宿一宿什么意思？就是在你家睡一觉，明天早上就走。我借宿，取经累了借宿。不知哎呀姑娘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咱们俩就初次见面，别害怕，我老朱是借宿的，你可别怕。嗯嗯，好嘞，好嘞，你已经想到我了，答应了。有人。答应了。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呀呀，那咱们俩就安歇了吧。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呦，sorry。吹蜡烛。我心急了。哎呀，自从昨天听我哥说他和你连麦了，说你是他老乡。是的，今天他又介绍于我，让我来看你。所以你今天晚上就留宿我家了，是吗？你放心啊，我只管睡觉，我啥都不干。我给你拉几个，您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呀？唱歌主播。哥，唱歌。哎呦，以为这个姑娘连我，我接个麦啊。四姐。啊？哎。Hello， 八戒哥哥。嗯。好久不见。嗯。哎，我们的哎呀，你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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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哎呀哎呀，姑娘挺好的。嗯，你好你好。嗯，八戒哥哥，你们在？啊？有没有打扰你们？没有啊，没有，我们俩在谈借宿，不是？我们俩不是，我们俩在交流呢。交流。我再喊一个，再喊一个，再喊一个。这一局厉害了。都是歌手局，欢迎大家。今天呢，我老朱要放开我的手，拉住爱情。Hello， 洛洛 ，Hello， 艾雅 ，Hello， 爸爸。哎呀，那个。明月你用相机直播啦？对对对，我换相机了。哎呀，好看好看，这三个都是相机呀、啊。谢谢谢谢，对呀、啊，你穿这一身，爸爸，你穿这一身又干啥坏事去了？这不是坏事儿，又去调戏哪个人家小姑娘去了？没有，拈花惹草，刚刚跟艾雅在一块儿。啊，嗯。哎呀，哎呀，这把他收拾一顿没？哎呀，我跟哎呀没有，在我看看不敢了，拿不下他是不是？对，我俩在学英语，我现在文化水平高，我练字呢，现在练文化。啊？书拿反了，全是河南的。啊？全是河南的，不是吧？洛洛家，我是杭州的，我是杭州的。哦。嗯，老天爷，我以为都是河南的俺老乡嘞，咦，那是啥人呢？啊，你们仨都是河南的吗？我也是，我老家河南郑州。我是你心里的。有人。嗯，我知道，你不要说出来嘛，害臊不害臊？来吧，这三个都是唱歌很专业。哎呀，可能说这个不认识，这个月明老师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洛洛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他俩。都是很厉害的，在抖音里的这个才艺，然后呢，艾雅呢，不敢当，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她唱歌，她长得像个明星，唱歌也比明星好听。
她呢是，她们是你们的妹妹，是我后宫呢，刚入宫的，懂我的意思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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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奖励我呀，那好，那么等会儿就一二奖励三四吧，啊，行行，演节目，好，要是一二赢了，让三四怎么配合，咱们就怎么配合。打个比如说，我老朱想演个猪八戒摸媳妇，得那个配合个媳妇。我没讲话了。那还是你们定吧。有人理我。啊，我们输了。怎么背？怎么背？就是我们三个。我们要站起来吗？小姑娘。听赢的那一方的吧。我们三个小姑娘要是输了的就唱歌，你要是输了就宰你。得了吧，宰我不好。最后再演才艺，最后呢给大伙展现才艺啊。啊。好的，好的。好的。那就开始吧，三位姑娘，开始。好，你们发起一下。嗯，我不会哈，谁发吧。How are you? S M T S U。谁是十分钟的？五分、十分都行，听你们的，听你们的啊。你们是十分钟的吗？嗯，没人开呀、啊。我这个我不会，我是电脑版的，我不会弄。来，对，我也不会。来，我来，我来，我来。哦，哟，两分钟的，咦，老天爷，能散呀？能散呀？那我们重来一下吧。我先退，我退出去啊！好、啊，好、啊。哎呀，对不起啊，老天爷。能散？哎呦我的妈！都怕了。哪有？兄弟们，这就好玩了，娱乐嘛，兄弟们。一边才艺一边娱乐，都是咱们就是才艺主播嘛，兄弟们啊，咱就一起给大伙一起玩玩，开开心心的，票都票少，开心就好。我老朱可不管这个，我老朱看过的小娘子想拿下，必须拿下。我又口占地方，才拿不下，又口才，哎呀，哎，这个我开始，三个娘子都等我等急了，我得开始。好，闭麦。好，五分钟的。哦，闭麦啊。五分钟的，五分钟的。哎呀，怎么办呀，明月哥，你，明月哥，你休息吧，没事儿。哇哦。这一局咱们就，回输也没关系。哇哦。休息吧，明月哥，今天你太破费了啊。哥哥，感谢焕焕哥。哎呦我的妈！哎，都睡觉吧，都睡觉吧，我也睡觉。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来吧，兄弟，兄弟们，娱乐娱乐娱乐，娱乐兄弟们，咱们就这样啊。啊，咱自己走过去。感谢我陈哥，谢谢陈哥送的梨花筒，兄弟，咱就那样，每个人一个梨花筒，兄弟们，来，梨花筒大队，小花小草，找。对，娱乐节目局，哎呀，你们老笑是不是？谢谢 DU 哥，谢谢 DU 哥，谢谢开心果大哥，谢谢哥，给哥点点关注，谢哥，哎呀，谢谢 DU 哥，开心果哥这种的，咱们这样，兄弟们。这个时候都在自家的兄弟们给榜上的哥几个都撸撸关注，我开心我大哥兄弟们，二号麦我哥哥，3078个粉丝兄弟没关注的话给我哥点关注，还有陈哥，还有咱家哥哥，还有咱龙在飞大哥，榜大哥兄弟们都撸撸关注，兄弟们撸撸关注，辛苦了各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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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陈哥送的礼花筒，礼花筒散票大队，勇者无畏，嘚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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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对对对，才艺局嘛，兄弟们，有的时候有没有？你现在怎么感谢文哥？谢谢遇见哥，谢遇见哥。文哥，你别送人机票了，哥啊，已经不打人机票，不行，这个时候不打啊。谢谢子健哥，谢谢子健哥啊，浪费。喂，你拉票，咱对一定一定对这个 PK 一定要慎重，兄弟们，在该演节目的时候必须演。谢谢咱老狼哥，谢老狼哥，谢狼哥送的礼物，谢谢乾坤哥，乾坤哥点点关注，谢谢哥，哎，哎。喊个麦，好嘞。我来喊一首与咱们家大哥有关系的麦，兄弟们啊，叫这个谢火哥，谢火哥，我都把你们喊进去啊。那什么来着 ？Ladies and gentlemen。破里撒包子了哈嘿哎这一撒撒撒嘿好破了猛子一撒什么耶哟提笔百花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头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是一中人五百年前一座坟我不服仙也不服神我却留不住你的魂欢迎火火哥呀感谢火火哥火火哥那个最厉害那个咱的贼有派感谢好大哥大哥好洒脱你看大哥多洒脱他就火火哥哎繁华大哥来了龙的飞也来了这万有引力大哥火火他们都来了你看长得帅呀人人把你爱这天下大哥你说了这个贼能冷冷派哎看苹果大哥呀你长得真洒脱呀长得真是美呀我爱你不后悔哎大哥大哥都来了还有东东都来了哈哈了以后这次的东西了哈喷了哎呦哎天哪哈活了猛飞活了猛飞恐他了猛哈哎呦你妈英语字母大哥的名字我都不认得大哥你改名啊赶紧再改名你不改名以后老朱不认识行不行感谢大哥这个帕拉美拉帕拉美拉美拉这好多兄弟看到大哥一起乐哈哈到时间了兄弟们还喊呢还喊呢我的老天爷我的妞嘞我的妞宝贝儿傻感谢魔头哥义薄云天无情的你
把我老朱的爱情全破灭了。嗨，咋了嘛？太难了，太难了。哎，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打得我老朱头都懵了。哎，男人好难，做人好难，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有人。哎，嘚瑟，你不嘚瑟了？嗨，倒数第一，嘚瑟一个。那我老朱得嘚瑟了。哎呦我的妈！来来来，哎呀，操前三罚一对吧？就是前三名罚最后一名，这意思行吗？哎呀呀，讲三四这怎么讲？我一看怎么讲，我输了我都不会惩罚了，兄弟们，来来来，整节目整没事，你看怎么整？怎么欣赏朱哥了？是的，怎么能？谢谢。我跟安雅也第一次认识呀、啊，对对对，而且我还是新主播啊，对呀、啊，对，而且又是美女啊，你这咋奖励啊？我都没看到。朱哥哥，那就才艺局吧，就从第一名先唱，第二一二三的唱歌给大伙表演，怎么样呢？既然都没有。既然都没有会罚。朱哥哥他们在抠什么麻将摇是什么呀？是个舞蹈。行吗？行。可以吗？行行行。我来个麻将摇是吧？对。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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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看你摇了。辛苦大家，辛苦辛苦了，辛苦兄弟们辛苦啦。麻将摇，滴答答答答答，哎，好，学学，耶，牌不错哎，红中红中白板白板白板，碰。助理呢？把爸爸拉起来。这啥意思啊？夹着了，抽筋了。睡着了。还行不？啊！有人真摔倒了，辛苦了，真的吗？哎，欢迎一下零八五四哥哥，需要打120吗？我帮你呼个120。现在打120估计也没人去。哎呦我的妈！这是进行。哎。然后月饼奖励这个，爱呀，爱呀啥？爱呀，
哎呀，不是，我不是，哎呀，哎呀，奖励我，哎呀，哎呀，奖励，对对对，不好意思，看错了，哎呀，我要干嘛？我都不知道刚奖励，奖励你第二，我要奖励谁？玉民，我是唱歌的，你就唱歌，唱歌吧，你可以奖励他跳舞，我不跳舞，你上一次跳的贼好。我看他名字都是歌手，那就唱歌嘛，没事儿。哦，行，这唱歌是这么简单的啊？太不确定了，就唱淡淡的歌。对。哦。哎呀！那我唱个啥呀？或者是你们有想听的什么吗？让我唱。我输了就认罚，没关系的。你随意吧，你唱啥好就唱啥吧，没事，我们不挑剔，对吗？好。我是刚看到猪哥哥摔的那一下，我感觉挺疼的，真的。我唱一个。其实真好玩，是的，是有的地方比那摔的还疼呢。哎呦我的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我唱个女儿情啊。那咱们就是不是就开始才艺了？这不玩我的吗？都才艺，才艺，才艺。哎，好，来，才艺才艺吧，快，人这三罚一了，人都。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岁惹人醉，悄悄为生送女儿美，不美女儿美还不美，说什么忘却富贵，怕什么记哥哥。哦，我知道你今天去跟别人结婚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你的，我们俩今生今世是有缘分的。我要接受一宿，不是，阿弥陀佛。好。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岁惹人醉，悄悄问爸爸，月明美不美？美。月明明美黑不美？美。说什么忘却富贵？怕什么？相随，爱恋意。
哎，好听！哥哥我瞬间我不、啊、我不疼了。我的歌声可否能让你留在我西凉女国？啊，那我愿意留下。那我愿意，我愿意。娘子，咱们俩就安歇了，不是？那个娘子，我就接受了。嗨，哎呀，感谢哥，谢海上明月哥，谢哥，感谢谢哥送的福袋，就不让来，没看到。发家人，不好意思，我真的是第一次给四人麦，没事，你们不要带节奏了，没关系的哦，没关系。没有，就是大伙儿让你发挥好点，唱唱歌，涨涨粉啥的，一起玩，别紧张啊。我知道，真的我没有连过，真的第一次，我本来他们一直在说让我连你，我都没勇气，我不敢来，结果一来四人。喊，该到第二位姑娘表演啦。第二是，我是第几我都不知道，我都没看刚刚。你是第二，哦，到我了是吗？来嘛，那我就直接来首歌嘛。不好意思，大家对不起。哎呀，金主播没办法，没关系。来。哎呀，让大哥也说了。别紧张，一起玩。辛苦了，明月哥，谢谢。嗯。那我来一首《看这一生》送大家，不好意思啊，这一生的空空有几人能懂，有多少想说却说不出的痛，就只有一个人感受一个人笑容，狂风暴雨也要继续前行。这一世为爱我的我爱的人而生，从不敢倾斜，哪怕一分钟。想要的尽一句，保重一句会感动。可这酒里只有无尽的冰冷。累了的时候，只有灵魂在守候。痛了的时候，也不敢让泪流。我这一生啊，都在不停的奋斗，可从来都没有自由的时候。疲惫不堪时，只有影子在左右，死硬的脸让我自己来承受。我这一生啊，都在黑暗游走，可你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奢求。把咱们的赞破一千万，兄弟们，好听。把咱们的赞给点兄弟们。我欢迎秃头家的秃头帮的朋友，欢迎我媳妇家的，不是，对，丈母娘来了没有？这一世为爱我的我爱的人而生，从
我更清醒，哪怕一分钟。欢迎丈母娘。想要的进一句，保重一句会感动，可这酒里只有无尽的冰冷。累了时候只有灵魂在守候，痛了的时候也不敢伤得流。我这一生啊，都在不停的奋斗，可从来都没有自由的时候。疲惫不堪时只有影子在左右，撕心裂肺的我自己来承受。我这一生啊，都在黑暗里游走，就连奔腾爱都一直是奢求，就连奔腾爱都一直是谢谢邱一哥送会员，谢谢。好听，好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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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太好听了。这是我老朱的儿媳妇，不是？嗯。媳妇儿，是吧？我们都认识了。有请。谢谢曼哥。一首《青青茉莉花》送给大家。哦，我也走一首。我就看这一首。喂喂喂！谢谢家，谢谢。电脑有压缩。古老的东方有个少女，名字就叫茉莉花。好听，能听到啊。太阳扶着她，月亮抱着。春风一路吻着她，她不爱夜里的妆，半夜不爱继续繁华，她将一片芳心一腔爱意送给千万百姓家。阿嬷茉莉花呀，轻轻地茉莉花，爱你秀丽淡雅，洁白无瑕。阿嬷茉莉花呀，轻轻的茉莉花，伴着你的清香，你的甜蜜，我走遍了天涯。谢谢大家，好，一小段啊，送给四边的家人们。哎，茉莉花呀，茉莉花，八戒什么时候、啊、送给小爸爸？错，什么时候能成个家？你成的家还少吗？你都快成仙了，还成家呢？哎，又没有洞房，不算。干净干净，然后呢？那你就成仙。谢谢吉仙哥。别成家，娶回家，对，你选择一位娶回家就可以了，八戒哥哥。我才不选呢，我老朱要一么三个都要。哎呦我的妈！啊，我也来一首吧。痴心梦，大伙痴心妄想。点了一首《披着羊皮的狼》，我这个嗓子这几天是真不行。是我也是严重的哑了。那就来一个。老师有痰，都一样，都一样。对，那个。披着羊皮的狼，我就唱不上去，嗓子这个。那你吹呗。吹的话，大伙儿听烦了，那就又喊一个吧。嗯，那你跳呗。我拿掉。我离开一下，耳机能等等。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上个洗手间。因为本来啊，哦。我去洗个手。有的时候这个唱歌吧，猪八戒卡着你。谢谢大家。卡里面的话，唱歌也碍事，嗓子也受不了。这样的话，会缓解点。来一首这个老歌，一首《披着羊皮的狼》，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
咱们过去送你祝福啊。我小心翼翼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地慰问你，你别担心。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隔壁，只求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风雪。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只求你让我靠近，让我爱你，相偎相依。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我确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带着火热的心随你到任何地方。你让我吃，让我狂，爱你的号角还在山谷回荡。哎呦你妈！哎，这这这，到了。可以可以，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其实我嗓子不好，一喊呢，哎呀，感谢感谢哥，谢谢哥送的礼物，谢谢谢谢。已经很好了，感情到位了。哎，我唱歌瞎喊，让三位老师见笑的见笑的兄弟们啊，咱们的喜欢的话关注月明啊，我的老朋友，特别好的一姑娘，谢谢，还有咱洛洛，都是咱们都经常玩的朋友，还有这个咱们家那个哎呀。哎呀呢也是一个唱歌好听，刚开始可能刚开始玩没事，以后咱们就一起常玩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行行，那咱们下播再关注两位主播哈，因为电脑版没关注了，我也了。哦，对对对，我下播我再关注啊。对对，关注上关注上，好嘞好嘞，行。特别感谢我们八家八家的朋友点赞啊，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加的，好，拜拜拜拜，一路长虹，好，拜拜拜拜，好的好的好的，拜拜拜拜，好好好，八哥再见吧，好的好的好的，哎，拜拜拜拜，拜拜。哎呦我的妈！兄弟们，就是我就唱，有的时候不敢唱，因为带上猪八戒，他卡着，因为讲话本来嗓子就那个什么，你看那个猪八戒给大伙看见了啊，我的嘴，看到没有？他正好，你看正好卡，啊，啊，哎，娘子，你真好看，刚才我唱的歌，Beautiful I Love You， 哎呦我的妈！对对，他卡在里面。说话都是费劲儿，兄弟们，费劲儿，好听啊，真假的，兄弟们，谢谢哥，感谢朋友们支持，谢谢大伙送的礼物，哥几个我就情愿当个丑角，大伙开心就好。来下一位，啊，是不是？哎，没事，热点大伙看着得劲儿，这不算什么。我老朱职业是演猪八戒的，大伙看到一个人在讲话，那不乱了套了吗？啊？哎，费嗓子，没事，
哎，大伙喜欢听我老朱唱吐血，我都唱。哎，哎，感谢这海上明月，哎，哥哥，感谢大哥给我老朱支持的支持。老朱祝哥哥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哎，给哥哥点点关注啊，还有咱榜一，哎，榜一开心果大哥，没关注的兄弟们给哥哥点点关注。还有马上的这都点点，还有榜三我陈哥，榜四加哥哥，还有榜五我乾坤哥，榜六龙在飞大哥，还有夏风大哥、云哥，还有日翼、天狼哥、烟花哥、飞哥、玉董永、玉剑，都是这么老干得。哥几个把赞破千万啊！啊，我再出去打探打探。歌手局现在特别多，舞蹈局我老朱不敢整，动不动就让我老朱跳那麻将，然后跳得我老朱当疼。哎呦我的妈！啊，当疼当疼。我看看，我看看啊。哎，希儿在直播呢，兄弟们，我好久没见咱家的小希儿了。哎，小希儿不知道最近怎么样，看看咱家希儿在不在。希儿，我老朱挺想他的。啊，感谢感谢哥哥，谢谢哥哥。唱歌我老朱有空给你们唱，有空我给你们唱好听的歌。我除了唱歌，我老朱会的多着呢，神通广大的我。哎，啊啊。最近咱家徒弟都失踪了，晚上也没有直播的了，也没有和我老朱一起唱歌娱乐的了。其实我老朱可喜欢下一局唱歌局，我给你对歌对得明明白白的。才艺多呀，是才艺，兄弟们不瞒大伙说，老朱我会的多不说，我老朱还会吹乐器泡牛奶，你看我一吹，等会儿在榜上的都是女的，你看我给你随便来一曲，等会儿小娘子就来了。叫什么我老朱都搜不着了，现在都怎么了？小石头、好，给你们来一个高端的才艺局，等你们欣赏欣赏。小石头，小石头，那个头怎么成了繁体字了？我打不出来呀。Hello， 这位姑娘晚上好。猪猪晚上好。哇哦，你是哪里人？讲话怎么这个样子啦？是从香港来的啦。我去，香港，你说会你说香港话，你会说吗？这不是香港话吗？香港话，香港，我其实我最想的去是想上广东。我教你啦。好了啦。跳冰斗啊！你说的什么呀？你看，我终于来呀！没听懂我。我终于来呀！我终于来了。
我周一雷。我招雷。完了，对。哎呦我的妈！还是说英语，还是说英语吧？英语我现在来来点英语吧。我懂英语吗？懂英语吗？很高的水平。你考我几个英语来？考几个来？苹果咋说？苹果 ，Apple。俩苹果。哎呦，俩。啊？俩苹果，两个 Apple。一筐苹果。哎。一筐 Apple， 哎呦我的妈！不对啊，这个不对。怎么真正的一筐苹果，哎、英文这么说的啊？房卷儿，什么意思？包圆儿。哦，包圆儿，小雨，包圆儿。再考我两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香蕉。香蕉 ，banana。哦哦。葡萄。葡萄，哦，我告诉你吗？什么意思呀？滴溜嘟噜。哦，什么意思？葡萄不滴溜的吗？滴溜嘟噜。哦，滴溜嘟噜。滴溜嘟噜，你再教我一个，滴溜嘟噜。葡萄滴溜嘟噜。再教我一个、这两天就是就没怎么学习，然后英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哎呦那个那我再给你来一个那个啥教我一那个晚上怎么说晚上你教我我晚上那个 good evening 我一辈个家Evening, good evening. Oh, good, 哎呀，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eacher. Good, 啥呀 ？Good. I love you too. 不是，别。Good morning, 抬腿，啥意思呀？抬腿跑得快呀？上哪抬腿呀？你再说一遍，这 Good morning 是什么玩意儿 ？Good morning, 抬腿是干上树呀？Good evening, good morning, teacher. 就是切那个腰子下面那个切了。要给猫切掉呀，狗不同意。你这英语是啥玩意儿这是？哎，五字天书。哦。其实我是葵花呀。是不是金鲤鱼的拿出来？哎呀，坏了！他也练我。那好，那咱俩就别在这里学文化。文化的话，我回的老高了。我不管英语会，我什么语言都会，我什么都会。我前段时间我还学俄罗斯话的，俄罗斯妞教我的。俄罗斯的回家遛猫去吧。有人啊？回家遛猫去吧。你这啥意思不？啥意思？我爱你的意思。回家遛猫去吧。啊，好，拜拜，回家遛猫去吧。哎，对，遛猫去吧。我再教你一个，闽南话，我爱你的意思。哦，闽南话，我爱你的意思，怎么说？你蹲了个雕啊！有人。好，看，光知道笑就不懂吧？我蹲了个雕啊！你看，笑什么呀？笑什么？笑什么呀？笑！贝贝，你都会掉啊你！哎呦我的妈！这叫闽南语。对呀、啊，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是不是？对，我再教你一个我喜欢你的意思。这个有点说不出口。教你一个我喜欢你的意思。哎，这个叫什么？哎，我被淹死了，我被一个。个沟里拽回来，我被淹死了。啊，我喜欢你的意思。我这厉害的，我厉害。我喜欢你的意思什么？我被淹死了。我被淹死了。对。我被淹死了。我被淹死了，我兜了个雕啊！哎呦我的妈！真的就是我该说不说的，我老大真是真多才多艺，你这啥都懂啊！这是我这明天我得去找你，就教我一些英语啥的。
终于承认我的才华了。那我真的这学问该说不说的，真的就是太厉害了。对对对，我听说最近嗓子好多了，可给有没有给猪哥哥准备爱情的歌曲呢？呀，哎呦我的妈！人家不好意思了。不是啦，我可以，我可以的啦。不好意思了啦。哇哦，来一个嘛！人家属于是腼。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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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啊！吓我一跳！哦，那我就来一首了。来一首爱情歌曲，想你爱你。哎呦我的妈！歌曲啊。想我爱我的歌曲啊！哎呦我的妈！稍等呀，我就是有点紧张，我就是还没有做好准备，主要是我现在回想一些英语。嗯，少学点。这两天我就迷上广东了，广东人，我就想上广东。广东。那听就是人家说就是，最近我看别人都上广东打工去，我也想上广东打工。哪呀？打工就是挣不挣钱的无所谓的了，我只想听广东人叫一声靓妹啊！咦，我怎么对？点没点后来？咦，老便宜。来献丑了啊！那个搜歌三刀跟的。来。那行，那我就来一首歌了。来。把咱考验考验。哎呀，我这好长时间没有唱了。嗯。来一首这个吧，给大家来一首这个我拿手的一首歌。什么歌曲？说我是你的格桑花。你是我什么呀？什么格桑花呀？其实你是我的那个格桑花，就是爱你的意思。我任小石头等我两分钟，兄弟们，等会儿唱完之后啊，来开始。嗯，好的，来送给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啊。这首歌现在可好听了，我可喜欢这首歌了。你别给我唱的时候把我唱哭了。老大，我先把你的麦闭了啊，有点回音。好，有点回音啊。兄弟们，去那边听，兄弟们，去那边听听。麦闭了，然后就没回音。你来加徒弟点点关注。咱家自家的，八家的小主，点点关注。漂亮。在你离开前我要去拆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牛逼。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你走吧，不用再等我了。其实我知道是缘分尽了，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莫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山上的雪越下越大，可是我还没摘到一朵花。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我的脚步已经走不动了，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好瘦，唱歌带老大。哎呀，谢谢老大。我公屏上打的都说这是老几呀、啊，唱的这么好，老四。哎呦我的妈！给咱家小娘子点点关注。这个是咱们的。我是老四啊，馅儿。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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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八家人哥哥们，这个是八家的小主，兄弟们，给他按上关注。这个咋的？他老教我外语，明天多学点，多教教我啊。好的。唱得好，唱得好。明天找你啊。啊，你可别教你英语。真的好长时间没见老大了，想老大了，想你了。那个别想我，我也想我，我老朱就喜欢睡觉，不是，哎，不是，就喜欢唱歌。别想你了，没见你了，想你了。别这么说，人家脸红嘛，人家脸红。啊，欢迎 ，Hello， 妹，晚上好。晚上好。这位姑娘是好久不见，何方神圣？朱哥哥你好，什么类型的主播呀？嗯，我是一名跳舞的主播，朱哥哥。哎呦我的妈！踢出去！有人。哎呦我的妈！那跳舞就得踢出去，那我不跳了，朱哥哥，你看我是什么类型的主播？不是，你讲话老引诱我，老引诱我。不要紧，不要紧，老五，老鼠，老五，来。咱们的兄弟们，希儿这个希儿这个嗓子可能刚动完手术，那个刚刚好。老五呢，我们这个老五呢就厉害了，他是咱们家的这个才艺，唱歌还是希儿兄弟们唱，你们听那个感觉得劲。谢谢老大。乐器，咱们整个才艺高端局，兄弟们来整个才艺局，整个才艺局。这样兄弟们啊，我看看我看看谁在啊？咱自家人玩，咱放心打 PK 打 PK。这一局呢，嗓子好点没有？行了啊，打 PK 来，小五现在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漂亮。真的？可以打。Hello， 师傅。Hello， 可以。小石头。可以打把 PK 吗？好久不见。可以。怎么这个是大屏的？大屏你可以，没事，可以调点了就可以。可以打 PK 是吧？玩一个小节目局可以吗？可以，哎呀，谢谢观众。一罚二三四，怎么罚呀？啊，用才艺去罚。打个比如说，我第一名要是赢了，他唱的或者吹的乐器，你们这三，咱们打个比如说，小鱼赢了，他唱一首歌，随便唱，咱们三个人就抓着这一首歌往下接，可以吗？看谁接得好，可以吗？可以，一个唱然后就下面去接。打个比如说啊，小鱼儿唱了一首赢了，他唱了一首，唱了一首这个。就接歌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这是歌，它不是这种就是情歌吗？是吧？嗯嗯。咱必须这首歌得有这一丝丝的含义和这首歌有能对上的小语言小内容能对上的这些歌曲，可以吗？看着对得好，可以吗？可以，来，来吧，来吧啊，兄弟们，咱这帮人，兄弟们，咱自家，这是咱八家的小主，哥几个去转悠转悠，兄弟们，就这个是咱自家小主，有非我没刷礼物，能当大哥吗？全大哥，这三个主播都是咱们的小主，兄弟们，去直播间点个关注，留个灯牌，有礼物送小礼物，没有礼物，哈哈一笑，开心就好。这一局，兄弟们，咱们自家的放松局，才艺节目局开始，来吧，好。废话，哎，哥，这个哥一级神探，哥你出去吧，哥，这里不欢迎你了，哥。哎呦我的妈！他不懂，对，可别踢，可别踢，哥可能不懂，刚关注的我，新粉，咱别踢，看着就懂了啊。闭麦。谢。OK。好，闭麦，待会见。哎呀，我这好长时间没跟我师傅还有我师姐师妹就是一起连了。我这都两个多月，然后哑了两个多月，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给我师傅也是将近两个月都没有见着了。哎，我咋闭不了师傅的麦？我也闭不了你的麦，咋回事？这个可能是官方让咱俩多聊一会儿。可以了，现在可以。系统的事儿。为什么兄弟们，我俩都在点这个闭麦，所以在床上闭不了。对。咱自家主播兄弟们，咱就自己玩玩哥几个，去三个姑娘家里转转，也这局兄弟们咱也输赢自家人不说两家话，就主要的是给你们带来这个节目，带来才艺，带来娱乐，兄弟们啊啊，
对你喜欢哪个主播，喜欢那家哪个徒弟，去直播间去，或者就是点个关注啊，点个量啊，给徒弟们冲冲人气，八家人咱自家的小主，咱呢不是说有感谢富贵哥，谢富贵哥啊，对，还给大家徒弟兄弟们都点个赞或者加个关注，让他们支持他们一波，接下的你不是说永飞，哎，咱家的徒弟，咱家这边小主，对，这咱家小主。哎呀，咱那个海上，感谢海上月明哥，我给哥也点关注，哥你同意一下，哥我点了好几回，你老不同意哥。还有给咱榜大哥，把开心果大哥几个的关注按上去之后，兄弟们啊，点点关注啊。先说不好，先说好，要不要打你？随便。兄弟们，去三家哟，小石头是什么家伙？小石头是大超低，我这个老贵的，这个得好几千块钱。哎呦我的妈！还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我也有，我也有这个，我整不明白。啊，插这个陶笛真来劲儿啊，兄弟们！我的妈呀！哎呀，嘚嘚嘚嘚一嘚嘚。我也有，哟，这个好听，我也有。没找着，我也有大的这个，我整不懂，他这个老贵的这个，因为咱家刷华子仔去干啥呀？咱自家主播就这整的不让人笑吗？对，这个兄弟们，仙人哥说对的，这个不是气息的事儿。这越大越好吹，主要什么呀？什么难你知道吗？把位不好整。他这个你看，三盘讲究的是三个调，这个气息这个简单，这个东西呢越大越容易看，哎，不越大越不好整，越大越好整。但是那个这个把位技术很难，你吹这个调的时候嘴在这里，还在这里，几个把位特别难。小石头说实话，兄弟们，才艺这一块他比我强，真比我强，兄弟们，真比我强。兄弟们，咱们哥几个这一局就是自己家主播，兄弟们就去玩玩，就去玩玩。你别咱不用刷票了，兄弟们，还没设备呢，拿着杯，哪有杯？哎呦怎么去？设备呀！我的妈呀！我得设瓶子吧。三二一，去！小雨，那个，谢谢哥，谢谢哥。对，咱徒弟直播间都偷摸流量，兄弟们，偷摸流量去转一圈，可以开心我哥，谢谢哥。哎呀，专业，这真事儿。郭昭华的不点关注，这是谁跟谁呀？这自己人都。西安第一，哎呀，你看。哎呀，谢谢哥，挺好，兄弟们，咱们去的兄弟们，咱去的所有兄弟们，给西儿点个关注，还有小鱼，还有石头，这是咱们自己家的这个主播，咱也是我的徒弟，兄弟们，多少开心就好，得咱第一，这是我是自己想到的，鱼不是让我先唱的话，他们接不了，我得最后，兄弟们，好看这一个是我。别打，要什么医药费？滚！人笑我，都咱自己哥们儿，走的是兄弟们，咱是不是飘了？低调，我开麦。我刚才打字，我刚才看到一个，我看到一个字啊，
我咱家人说的，有费不行，要医药费。这是咱自家人。哎呀，十个点。大哥，你对不对？那个不是老大，我你等一下，我打电话让我爸。别行了行了，别人笑我了，行了。咱家发家人说的，有费这一局做好，等医药费，就全低调点，全低调点啊。来，这样啊。哎呀，爸，你赶紧冲滑子。行了，老大刷个滑子。他真有节目的。哎呀，他真刷。就滑就行，就是不用整多，就整。要这么整，咱就不是一家人了。谁收医药费，我给你踢了啊！自己人还真要医药费啊，这人笑话。不是，那四姐，我们是不是有一号啊？一号。哎，有，一会儿冲了，一会儿冲了，让咱多冲两。把我当什么了？好，这样啊，咱们那个别师傅，你干嘛呢，师傅？行了，咱自己人，你别让人家整送了，人送人，我以后我脸我坐不住了都。咱自家人，你整的这医药费，人磕不磕碜？仙儿，人笑话。开玩笑。来，现在这首歌，你这首歌一定要端起这个四个直播间所有的风浪，你把握好这首歌。你唱完之后让小石头接完之后小乐器也行，小鱼接，我最后，嗯，哎呀，十里一个别整，哎，开玩笑，你别要照等的，不要来，真的可别，是唱一半呢还是怎么弄啊，老大？剪好的，就唱一半是吧？唱半这把这首半唱完半首歌唱完最好，那大伙能听到里面的那个东西。别唱了，哦，就唱咱自己八家人，你找那，哦，我明白了，真给医药费啊，人丢我打脸了都。你在那笑。好，那我就先来首这个啊。嗯，谢谢李哥，你找那。有点压力，我这有点紧张。没事，全靠你了啊，这首歌。啊。我都咋想的？要医药费怎么想的，兄弟们？我这快不快？下辈子第一个遇见你。嗯。最后的拥抱那么近，下一秒要还是要分离，我轻轻擦去你的泪滴，送你飞向他的怀里。别再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你，注定是遗憾的结局。下辈子让我早点遇见你，再也不要伤心哭泣。我说下辈子如果你愿意，请让我第一个遇见你，弥补这辈子所有的遗憾，让我爱得痛快爱得淋漓。我说下辈子如果你愿意，请让我第一个遇见你，不让别人分享你的美丽，幸福的在一起。好的，这首歌叫下辈子第一个遇见。好，小鱼，现在是下辈子，来，下辈子第一个遇见你。好，小石头到你了。冒他要唱吗？吹的。都在以后，下辈子是都在以后，听得好。去点赞，给徒弟一人破50万赞。
接得好，接得好，接得好。下辈子还有多年以后，下辈子和多年以后差不多。来，第三位小鱼。然后我觉得下辈子咱得先重新做人，才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唱个《孟婆的碗》。哎，漂亮。好。孟婆的碗。对，漂亮。对对对对，这三首歌厉害。下辈子，多年以后，最后从孟婆那里开始。哎，轮回。这歌难唱，这歌呀。都给徒弟兄弟们一人点到50万赞，兄弟们去点关注，自家人。脚步停掉了，失去平衡。你在哪里？我喊着你的名，可声音来不及扩散，便消失的没了踪影。两相却来到奈何桥前，我死也不见孟婆的那句碗，不能忘记你我的甜蜜，不能忘记你我的点点滴滴。我要带上全校的记忆，轮回中找到你，永生相守，抱着你不再分离。想起你让我心揪，揪碎了，揪碎了，冻住了喉。挥起手打翻孟婆的碗，落在地碎成两半。孟婆的毁给我把慈悲，不让我灵魂随风飘飞。我的爱浓浓将你包围，来世相依偎。这首歌，兄弟们，这一局，兄弟们啊，你看接的怎么样？先叫什么歌？下辈子第一个遇见你。下辈子遇见你，他来了一首《多年以后》，他来了一首《孟婆的碗》，这就整了一人爱情的歌曲。下辈子已经把人送到孟婆那里去了，唱没了。我最后一首歌呢，给他接住，叫《向天再借500年》。好，好，好。我这敲没了，太好了！从第一开始，然后到结束。到我这儿啊，都到我这儿吧，辛苦了各位，辛苦了各位。燕知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把爱的中原安。故的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风与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念佛一念。做人有苦有甜，山河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尘沙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野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走！哇，有劲儿！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老大，哇塞，
嗓音就是真霸气。哎呀，没有没有，兄弟们，咱这三个姑娘，兄弟们关注上，咱自家的小主，就是咱们自家的这个圈子的一家人，兄弟们没有关注的话，小鱼、小石头啊，他们都是有才艺的主播，有空的没空的听听歌，看看才艺，还有希尔、鱼啊、鱼啊，都点上关注，兄弟们，我就下播了，兄弟们啊，都去吧，都去吧。才那么早呀？哦，这老的下那么早，对，十一点就下了，十一点多，嗯，十一点啊，都去咱们家小鱼直播间，还有希儿，还有小石头，小石头的乐器这个大的挺贵吧？哦妈，4000多，心疼死我了。我也有，我也有一个，我2000多买的呀，嗯，对我走了啊，定制的，哇，好好，下次买，下次再买，你给我说一声，我有熟人 ，OK， 有熟人，好好。好，小鱼。好的哥，好的哥，好的，不是不是，好的老大。行，小石头走了啊，兄弟们，分散流量，去三位姑娘直播间玩一会儿，兄弟们，走了哥一个，拜拜。好嘞，辛苦老大，辛苦了，拜拜，拜拜老大。哎呀，辛苦了哥一个，兄弟们，该下播了，兄弟们，下播了，兄弟们，去吧，咱给那个三个姑娘都点上关注啊，都自家主播。永飞说你这个就是投资乐器，兄弟们，我有的时候我挺抠，不是挺抠，挺会过啊，就挺抠的。我对投资乐器我从来都是挺狠。你看我那个萨克斯那个是8000多，这电子琴10000多，那个电萨克斯是那个大萨克斯是13000多。我投就是有时候永飞你这个服装这投资那个。我的一个乐器都给抵人家一屋的全屋的服装，就陶笛，兄弟们，陶笛，我这个陶笛，这陶笛便宜，我有两个的那个小鱼小石头那个折的4000多，其实我认识那个老师，他是一个老，我拿的都是半价，我是2000多，谢谢兄弟们，谢谢哥几个，谢谢哥几个，把你假发换完吧，假发那不是咱又不整的那个什么啊，哥几个就下播了，兄弟们啊，一天不见如同三秋。那个带节奏的没有，咱没有节奏，兄弟们不用管，可能说跟他新来的朋友啊，新来的朋友啊，新来的朋友，人家还没说上，就是被媳妇咬了啥的，这说话正常，赶紧啊，兄弟们护我护的很厉害，假发扔了吧，行，我再买一个，那个便宜，那个几十块钱啊，唱完这首歌是吧？这首歌。行，我唱完。好，唱完啊，唱完下播，兄弟们啊。昨日一滴肝胆，昨日何惧人心，豪情不变年与飞年。昨日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虎口狼烟，紧握住日月旋转，月夜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啊，感谢啊，感谢大家那个海洋月明哥，谢谢月明哥，谢谢哥啊，来日方长，还有榜上大哥，给榜上大哥点关注，还有咱们家陈哥，哎，嘉哥哥，还有乾坤哥，还有下方哥，云哥，王者天狼小哥，还有飞哥，还有好榜上好多兄弟们，辛苦了各位，我就下播了，兄弟们，哥，谢谢陈哥，给陈哥点关注，兄弟们，大家好哥们，我就下了，兄弟们啊，谢谢哥。然后呢，明天8点不见不散，爱你们兄弟们，走着哥几个。然后呢，对，去咱们家这个小主自家的徒弟直播间里转转，喜欢看这就去转转，兄弟们。有哥这有没有哭了？打字我看到了，兄弟们，哭了去哄哄，兄弟们啊，我就下播了，兄弟们啊，哥几个，
走了，兄弟们，爱你们，爱你们，兄弟们，都去吧，兄弟们，都去吧，哥一个，阿南哭的是吧？都去看看，兄弟们啊，行了，兄弟们，王家人，辛苦了，今晚辛苦了，兄弟们，28号，谢谢兄弟们，啥不说了，哥一个，义薄云天，在这灯光闪耀背后，我哭了，走了，兄弟们。我哭了没老婆走了兄弟们，走了哥一个，下播了兄弟们，下播了兄弟们啊，拜拜。有你陪伴，爱你们，有你守候，最舍不得